希望它永远不会过期。这是一台 Panamera 4 e-hybrid 行政加长版，它的长 5.2 米，宽度将近2米，保时捷的最大尺寸非它莫属。保时捷家族的四点式大眼睛，还有下面这个超级无敌大面积的进气口，左右两侧的侧进风口呢是给副水箱散热用的，整个前脸呢简直就是高级名人的最爱。翼子板上呢，这一行青柠色的 e-hybrid 代表它是一台插电混动的保时捷。轮圈呢是21寸黑色 Panamera Sport Design 的款式，轮胎呢是倍耐力 P0。它轮胎非常的宽，前轮275/35扁平比，那后轮是315/30扁平比，前六后四的制动卡钳，滑线通风刹车盘，视觉上呢还是很保时捷的。其实呢 e-hybrid 的卡钳呢原本是青柠色的，但是可以选装免费去除，于是呢它就变成黑色的了。现在保时捷全系呢都采用贯穿尾灯设计，里面呢是四点式刹车灯，下面选装了双边四出的黑色运动行为管，运动排气的声音呢确实差点意思。两段式的扰流板在每小时90公里的时候会缓缓升起，在超过每小时200公里的时候则会翘得更高，以提供更足够的下压力。掀背尾门呢非常实用，它的后备箱呢这么大，绝对装得下13位911车主的行李。